Hello，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杂木，来看一下机械师的演艺之星时装咫尺天涯。开场动作的话真的太可爱了，这个鞋鸭子的动作是翻拍了原作结尾戏剧的一段，大家的话可以看一下对比视频。然后是点击动作这边的小舞蹈，也是十分的活泼可爱。因为也没有怎么看过原片，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翻拍剧中这两个动作中的一个。如果有知道的小伙伴们也可以说一下。然后来看一下游戏内的效果，时装的造型看上去虽然很朴素，但是脸型搭配上这套时装却挺好看的。而且可以看到周边还有漂浮的鸭子虚影特效，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。然后是手厨遥控器，这边是个钱包的造型，看了一下，在钱包的另一面是遥控器的界面，总的来说还是蛮值得入手的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